春卷臭豆腐，这辈子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这样子的食物，真的没听过。它很多东西包在一起，素火腿、杏鲍菇，然后九层塔、枸杞。它汤有一股，它会从食道里面散出来那个中药香。对，这边会觉得有点浓。对，好吃。它一剥开，它整个其实就炸出来吗？对，很夸张。哦。很好吃耶。嗨，我是魏的，我是 Rosie。 今天我们来到太平区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太平的平林森林公园，明明就是登山区嘛。对，真的很像山耶。很漂亮耶。我们来吃这边的美食，那就跟我们看下去吧。 Go。 这个公园、你是不是常来？很常，非常常。因为之前在这旁边读书啦。他就是个假在地人。对，比较读的时间比较久一点。这里很棒哎，这里什么都有哎，而且很干净。有鱼，有池塘。对，这死亡视角先不要。有池塘。对。然后又有小桥，小桥流水。然后有一个大舞台，很多学生就是会在这边。是大平台吗？对，办活动。之后点灯会很漂亮，所以这边会有什么圣诞装饰？没有啊，是没有，但是就是路灯会很漂亮哦。这边是有被整治过的，底下真的有鱼哎。对啊，真的真的有鱼，晚上还会听到青蛙的声音。对啊，有看到吗？他们嗷嗷待哺哎，突然就想要吃饲料的感觉。对，可是这里没有卖饲料包，我也没有办法喂你。它有分很多区，什么森林区、游戏区，对，是有给小朋友玩的器材。它比市区的文心森林公园还要大多了。我以前这里走外圈一整圈要半小时。文心森林公园不能叫森林公园了，这里才是森林公园。对，就是平常周六日没有地方去，可以来这边走走。晚上气氛也很好，对啊，可以来约会。我们现在聊的这件是一点酥烧饼，我们点了蛮多的，对，红加蛋，然后油条、咸豆浆，然后还有蛋饼，这些都是评论上面说很好吃的。它饼本身就烤得蛮香的，那个芝麻味很香，很好吃哎。然后饼又很酥脆，比较传统，它不是像我之前去大理吃那一间是软软的，它这一间是正宗的，它就是比较硬一点，半软软的，有层次，对，有层次，蛋的那个香味很香哎。这个烧饼就是我比较怕遇到那种很难咬，然后很韧的烧饼。它真的是一咬就化开了。然后我们来吃油条，这个油条真的是深得我心。我以前在外面买的油条，它都会一片一片掉在外面，而这个没有。哦，你很少吃油条，对不对？对。吃油条我们都要沾豆浆。真的？对，吃油条都要沾豆浆。你可以单吃看看。它咬下去那个油条味道很香，而且我觉得它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比较空心的油条。它是厚实感很重的那一种，然后又不会太厚实，让你很难咬。来这里哦，好吃对不对？我们感受到它的麻油味了。这个沾咸豆浆真的很好吃哎。那我们来喝它的咸豆浆哈，他说有爱的咸豆浆，爱哦。人生第一次喝咸豆浆，真的第一次。其实我没有喝过这么多料的咸豆浆，它有点太贼超了，加油条啊，然后又加葱，然后又加蛋，蛮丰富的一碗，40块而已。天哪，我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咸豆浆，我必须认真说，它咸豆浆真的有一种，怎么说呢，幸福的感觉。我想到老板的脸，而且它的油条泡在里面，那口感很好，然后加上它的那个葱是很新鲜的、很脆的，咬下去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口感。对，就是因为油条泡湿了之后它软软的，可是它的葱还是脆脆的，就会觉得口感有变化。对啊，而且我是很怕豆味的人，但我觉得它的咸豆浆豆味不会到很重，因为有麻油味，还有加一点麻油，提香。我们再来吃它这个葱蛋蛋饼，它的饼皮很特别，它是介于酥跟软之间的，是黏糊，但是又把黏糊变成酥脆，真的是两种口感。而且真的它煎得很香，因为老板娘是现煎给我们，然后它一放出来就觉得超级香。我没有想过蛋饼的蛋可以这么突出哎。对啊，是不是真的很好吃？
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，他之前真的蛮厉害的，哎，好好吃哎。这么大给我，我没有第二句话，我就是直接给我吃。哇，4.8，好吃啊，推推。这间叫顶金台港鲜肉包，它外面的招牌是鹿港鲜肉包，里面的招牌又一个包打天下，它是很多不同名字。然后我们就是总共买了三种口味，一个是鲜肉包，一个是起司香肠包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鲜虾包。我现在摸起来它是比较软的那一种，它的那个肉很香哎，然后皮是属于那种比较薄一点点的，做吃。然后我吃的这个是香肠起司包，它一剥开，它整个起司就炸出来吗？对，很夸张。它感觉很厉害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有一点点胡椒的香气，香肠给的蛮多的。哦，很好吃哎，起司很浓。如果你爱吃起司的口感的话，它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香肠不会硬硬的，弄得很像热狗的，很特别。我没有吃过这种香肠起司面包，没有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你在哪里买过？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。我觉得起司好好吃哦，真的。该吃完了。我吃完了，好好吃哦。我跟你们说，它这个起司包比这个肉包好吃100倍。真的假的？最后一个鲜虾包，它闻起来真的很香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是很香的海鲜味的感觉。你有吃到虾子吗？还没，因为现在在里面。可是我吃到外面这个，好像是花枝酱，它是整个都是海鲜的。那很特别，没有吃过这种感觉。我也没吃过这种的。它虾子真的很大颗，很大一颗。都是虾仁的。我觉得反而比较惊艳的是它的那个花枝姜。对。我还吃它的下面哦。不要乱开车。感觉人会散个什么。它的那个花枝的味道真的很重，很重，很香，很香。对，闻就闻得到。天哪！你闻得到吗？真的很香哎。所以我才会觉得相较之下觉得虾子没有那么突出，可是其实整个合起来是不错吃的，而且它花枝姜里面有淡淡的胡椒味，把它整个味道提鲜出来了。对，我给100分。哇塞，我要给5颗星，没有缺点，就5颗星。OK， 你给它4.7。你是扣虾子的分吗？我们现在在这个什么路啊？中山路一，太平最热闹的一条路嘛。没错，做的事情都可以在这条路上解决。这里有什么 Uniqlo 哎，星巴克、大卖场，就是这边算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对，这边应该也很多好吃的咯。应该是。默默的不说话。有肯德基啊，想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吃肯德基，而且这边临近七市啊。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多车交流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间那个这里很有名的一间店吧，我觉得我之前没有来过。这间也是网友推荐我们要来吃的，对，然后说它的肉骨茶很香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看看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来到的是林家食府，我们点了一个南鸡套餐，然后还有一个单点的肉骨茶汤。这个是鸡腿的套餐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是鸡胸的，我们来试看看吧。我觉得不错哎，它比较没有那么新加坡的味道，它是比较台式味，可是它很香，因为它的酱油是属于那种清香型的。那个本身的鸡肉的味道搭配得很好，就是酱油有帮鸡肉的味道在更提味。海南鸡饭它附的饭呢是这种江环饭。你喜欢吃黏的，这间饭就不适合。它的饭不是黏的，它的饭是属于粒粒分明的那一种。我喜欢粒粒分明的，好吃。它这个饭是煮得不错，我来喝它的肉骨茶汤。
上桌的时候，那个肉骨茶的茶味真的超浓郁的。它目前看起来是有三大块，然后有其中一块是骨头比较多一点。它肉骨茶很特别，青江菜、金针菇蛮少看到的。大家上桌的时候会帮你用一个炉子，对，持续加热。然后我们两个现在讲的都是这个排骨，软软的排骨。好入味，真的很入味，它很有入味，它的那个都是那个茶香味，我讲不出话来。对对，就是肉骨茶汤的味道，而且又很好咬。嗯，我要谢谢那个推荐我们来吃的这几位网友，很好吃哦，它汤很好喝。嗯，它汤有一股它会从食道里面散出来那个中药香。对，这边会觉得有点浓。对对，这边就觉得浓烈浓，我讲的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在吃药很苦一样，它就是很香。汤本身还是很清甜。它这里有说明写说，肉骨茶其实以前叫肉骨药茶，这边有写肉骨药茶。对，我觉得这边好吃，大家可以真的可以来吃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太晚发现了？对。我在这里四年都没吃过。这边好吃。每次看到我演柚子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笑呢？我要给大家五颗星。它每一道都很好吃，推推赞赞。我们现在绕来绕去呢，我们开车开很远哦，这样绕来绕去，我们还是在中山路上。现在要吃一家润饼店，我们就是要把台中各个地方的润饼都吃一次。这间就是我之前蛮常吃的了。你很常吃哦？对。竟然是都是大爱店哎，我推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喽。这一间呢叫做文赞润饼，然后他们除了有这个小店面之外呢，他们平常也会到太平的各个地方夜市摆摊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感觉起来就是它是你的爱，吃了很久。它为什么叫文赞呢？好特别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吗？形容它的花纹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很特别。好，我们来吃看看。我喜欢它里面的花生粉。嗯。它的花生不是那种粉状，它是有一颗一颗的口感的，感觉就是把花生粒捣碎的感觉。很突出。那个香味就是炸开了。它的配料大概有豆干丝，然后高丽菜。豆芽菜，然后肉燥，还有素肉松这几种，其实还会很饱。你们去向上市场吃的那个是加蛋酥，但是他们家是加炒蛋这样。炒蛋的口感也不错，我吃下去最明显的那个甜味的口感其实是豆芽菜，我蛮惊艳的，因为豆芽菜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食材，它可以把它煮得那么甜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我吃到肉松那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惊艳，它的肉松不像一般的肉松，它的肉松是那种有点脆脆的感觉，应该不像肉松，应该是肉松酥了，像油条，然后炒碎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又比油条更香，因为它有肉感。这个我真的。只能给他五颗星。好了，不啰嗦，我也只能给他五颗星了。好吃，推推赞。我们来的这间叫做茶品新坊，网友就推荐他的。红茶很好喝，所以我今天就冲着它的红茶来的。然后我们还要点一杯那个桂花酿乌龙，我们来喝看看吧。很好喝哎，这个表情。它的茶呢，有一种余韵，然后茶香很浓。一般我们在饮料店买的红茶呢，就会有点涩，它真的是不涩的那一种。即将五颗星的节奏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我想一下嘛。我点的是微糖微冰。那我的这个桂花乌龙，它是没办法调甜度的，因为他说它是使用桂花酿去加它的甜度。然后我觉得甜度是不会到太甜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跟红茶比起来，我觉得乌龙的涩味会比较明显一点点。它还有另外一款蜜香奶茶。也很多人说好喝，大家也可以来尝试看看。我这次要给4.8颗星，4.6。它也在中山路，对，一条路就可以吃完很多美食。中山一条街。
天呢是三个鹅爹，然后我们点了他的鹅爹、霸爹，点很多，对，很多。等一下再一一讲。我们现在是鹅爹跟霸爹，它的皮是比较贴近料的，大甲那间是比较没有贴近的。大很香哎，韭菜给的超级满。嗯，而且它有个厉害的地方，他加了豆芽菜，我在其他家是没有吃过豆芽菜的，它豆芽菜有提味的效果。它的皮也炸得很厉害，就是看起来不会焦，但是却保有它的脆度。然后它鹅啊很新鲜，对，它还是给不熟了，它给大概八九颗。我们看它是排满一整圈的。对。然后来吃它的霸爹看看，肉是有调味过的，嗯，我觉得不错吃啊。我觉得它的肉吃起来很像肉羹的那种肉，哎。它的肉我本来以为是绞肉，其实不是，是一块一块肉。对，一大块的。重点是它的韭菜很香，而且给的超级多。对，满满的。我们还有点了很多网友推荐的鸡卷跟杏鲍菇，还有萝卜糕。鸡卷就是大家都说它是整块鸡腿，很 juicy 的，很嫩的。哎，真的感受得到它是鸡腿肉。我之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鸡卷哎。对啊，我以前夜市买那个鸡卷都是咬下去之后就整个肉会分开来分离来，它是真的很像你在吃好吃的炸鸡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很甜啊，水分还很多，而且那香味很重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它的那个面皮不会很厚。嗯，我觉得它的萝卜糕很特别，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萝卜糕，这么迷你的。它是吃得出萝卜丝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觉得一旦换那种，大部分都比较加工。这种的比较天然。跟你说，我吃过那么多鹅爹店，我已经是鹅爹达人了。这个鹅爹是我以前没有吃过的味，没有吃过的味道。老板娘跟我们讲说，一定要点茴香。茴香是他们秋冬才有的，很特别。但是呢，茴香有一个味道，你们爱吃茴香吗？你可以跟我们说。我们都第一次吃。对，我来这样看吧。我一开始咬下去的时候，我被它的味道吓到，因为它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好闻。可是因为我嚼的时候，它就跟韭菜融合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香味就散发出来，是蛮有独特感的一个食材的。很少看过有这种炸茴香的。好，让我们吃那地瓜，看起来很明目。老板，我给你五颗星。它的地瓜还很香，会有地瓜丝哎。对，很香，很天然。它这个就很像你去地瓜摊里面买地瓜剥皮之后的一样的感觉，对不 对？感觉是剥完地瓜之后马上现炸。刚刚就看到他在旁边炸地瓜，我想说为什么要炸那么多地瓜？因为他刚开店而已。原来是因为他是在他热销款，这间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建议大家可以骑机车来就好，这边不太好停车。这应该是我目前吃过有最多特别的东西的一间店，他还有卖锅烧意面，超多品相。对，他很多品相，你给几颗星？我给4.9。哎，是不是比大甲那间高？是大甲。没有，大甲我也给4.9。赞赞推推，真的比较凉了，哦，有点冷了，我要穿太少了，我这个人没有冬天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吃一家我从2公里远就闻到味道的，吃一家臭豆腐，也是这里超有名的，没错，我们来吃看看。这间呢是一品香的春卷臭豆腐，它还在中山路上，没错，又回到中山路了。我们点了它最有特色的春卷臭豆腐，这辈子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这样子的食物，真的没听过。它很多东西包在一起，素火腿、杏鲍菇，然后九层塔、枸杞。它这间是素食的人在吃的，嗯，很香哎，我一吃进去就是九层塔的香味。我的笑容哈，都已经追满我整个腮帮子了。春卷真的味道非常的有层次，很丰富，加上它的那个臭豆腐的脯皮是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过。它是素的，而且它虽然是素食的，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没有那种素食的味道。你要给几颗星？我要给4.8。我给5颗星，这间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。对，尤其它的酱。酱香应该是有自己调配过，所以它的酱有自己独门的味道。我来试试看。你加完之后再评一次分。哦，它的辣酱是像那个甜的，
对，有点甜辣甜辣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有点豆瓣的感觉。对。是不是很好吃？有没有要给分数的？哎呀，你要等到四点九啊！而且他给的东西真的很丰富，很满，这样一盘70块，我觉得真的很划算。这间真的你一定要来，你来台中玩，这真的是一个特色的美食。我们今天吃了非常非常多的美食，好多，留了一些回家再吃啊，有点吃不完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啊？我觉得应该是烧饼那一家，我觉得他的烧饼夹蛋还有蛋饼都蛮厉害的。老板跟我们说他是用爱去做他的早餐，他蛮俏皮的，他就做了很多他的春联、圣诞节的参考，他都他自己写的哦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那我自己呢？我觉得最特别就是那香肠起司包，香肠包是我没有吃过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春卷臭豆腐，真的都是很特别的味道。如果大家有在其他地方吃过，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去吃看看。好啦，今天我们介绍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Thank you.